错了，哎呀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以后不准你再说这样的话。我妈妈真的问了你这样的问题。我觉得很正常啊，作为你的妈妈帮你把关是无可厚非的事情，因为很多女的都是冲着你的钱去的。只是你妈妈突然说给我钱，我心里还是觉得怪怪的。那看来你对我妈妈的印象不是那么好。那倒没有，挺好的，真的，不虚伪，直接，很酷。酷。哎，行了，那你就赶紧回去吧，要不然你妈妈下回又得给我钱了。其实，如果真的离开你能赚一大笔钱，这个买卖倒是可以考虑考虑啊。你有本事再说一遍。还是得看你是什么个价值。你这种身家的话，怎么说也得有个一两万吧。啊，错了，哎呀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以后不准你再说这样的话。水开了，那我去关火。那你要不要先下来？那一起去吧。好的。轻点！哦呦呦，要你抱紧点你。好。关火。我关吗？另外一个炉子。